各位科学人粉丝团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1年11月份的《科学不简单》Online。我是科学人杂志的孟元。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为何需要量子电脑？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今天的主讲来宾，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启东教授。让我们先请陈教授跟各位粉丝打声招呼。嘿，大家好。陈教授是瑞典查尔莫斯理工大学的物理博士啊。一个好远的地方然后后来回到日本的这个日本电器，就是 NEC， 我们常听到 NEC 哈，这个基础物理研究所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博士后研究以后，就回到中研院。那在物理所主要研究的是纳米元件还有超导元件的这个改良跟研究特性的研究。那其实陈教授有另外一个身份哈，他其实是中研院应用科学研究中心量子电脑专题中心的执行长。我想这个头衔呢就很清楚为什么你要请陈教授坐在这里了。好，那粉丝朋友呢，如果已经拿到这一期科学杂志的话呢，对于这个封面故事哈，量子电脑加速未来化学，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可能是有兴趣吧。因为量子物理这个题目呢，在我们的杂志里面其实一直非常受欢迎的哈。那量子这个题目其实最近在社会上也蛮红的，不管你是灵学啦、生活哲学啦，一些行销上面都会用到量子的。但是我们科学要谈的绝对是货真价实的量子，特别是常以前在讲量子，量子物理、量子那个运算，到最近产业界一直在讲，量子电脑要来了。那但是量子电脑到底怎么样从理论变成真正的电脑？其实在这一次里面呢，我们就特别邀请陈启东老师跟他的博士后研究员王志阳博士呢，帮我们写这篇量子世代的产学布局，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比较清楚的知道这量子电脑到底要怎么样制作，还有对于台湾的产业界来说，我们将来有什么样的切入点。那我觉得这一次的文章对我来说真的是收获非常多。那因为文章篇幅的关系，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讲清楚，所以今天真的很荣幸可以请到陈教授帮我们准备内容非常丰富的演讲。谢谢邀请没有真的好。其实我觉得可以先这样问一下观众朋友呢一定会很好奇，说我们现在电脑已经运算了这么多这么厉害了还有什么人工智慧啊、大数据啊，是现在电脑已经不够用了吗？为什么需要更厉害的这个量子电脑？我觉得这个等一下老师可以也帮我们再讲一下。对，其实在这期的封面上面已经有点出来了，去看我们的那个化学方面的计算就已经，其实是现在的超级电脑都已经做不到了。哦，真的做不到。Yeah. 好，其实今天的题目我觉得我们是循序渐进的，也许听众朋友听到后面会觉得有点难，可是前面如果仔细的听的话我觉得老师的铺陈会让你觉得就是这样那个倒吃甘蔗一下，你会对这个题目会有融会贯通我觉得我先这样子啦，因为 我自己也不是念资讯科技的，我就代表一般人先来问好了。我们对于运算电脑的了解就是零跟一嘛，它是透过零跟一这样子的概念去做逻辑的运算。可是就我对于这个量子科普知识的了解量子是一个算是豁然率或几率，它没有一个绝对的零跟一，那它跟这样非黑即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量子这种东西怎么样去做运算，怎么样跟做电脑呢？老师可以先帮我们把这个量子物理的一些基础概念先稍微补充一下吧。好，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这整个事情其实不是零跟一这两个，而是在所有零跟一的中间的任何排列组合都有可能的。那这个是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蛮靠近的，我们日常生活例如说我们头脑在想事情也应该都不是零跟一，其实我们大概想我们会想很复杂很深入的事情，这些事情其实最后我们的决定也都是一个几率性的决定而已。对，那其实我们大概可以把我们的头脑跟量子电脑做一个小小的关联，但是我不会说他们是一样，但至少是更接近我们现在在使用的电脑的思考模式。所以老师刚刚讲到那个几率的问题，就是很多事情它不是绝对一定是那样子，可能做了100次以后它可能有几次的几率是那个样子，有几次的几率是这样，所以我们
这就让我想到我以前高中念的什么所谓测不准原理嘛。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对于量子物理有兴趣的朋友一定会听过这个薛定谔的猫，那又是一个怎么回事？这样要死不死或是半死不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几率的情况呢？ 好，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薛定谔的猫。其实我们在路上绝对不会看到有一只猫它是半死不活的，或者有啊，但是其实在薛定谔的猫里面，它是因为有毒药在旁边才会发生这件事情，它自己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那这个当然是跟薛定谔他举的一个例子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放射性物质在放射粒子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几率性的事情，那如果它有放射出来的话会启动了一只铁锤，那铁锤会打破我们的药品，那个药品里面装了毒药，那毒药出来之后被关在笼子里面的那只猫就会死掉，这样子。好，所以所有的事情是从这边出来的。但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毒药跟猫它其实是有关联的，这个概念。那这件事情如果毒药破了的话，那猫就会死掉，如果毒药品是好的时候猫就不会死掉。这个好像是我们想起来是自然的事情，所以这其实完全是一个古典的。那量子的到底是差在什么地方？它其实就是有一个所谓的重叠态。那重叠态我们一般都会讲猫，我们都不讲毒药。其实毒药跟猫它们两个是纠缠在一起的。那但是毒药如果是没有品，如果毒药品如果没有破掉的话猫活的，毒药品破了的话猫就死了，这两件事情其实是重叠的。 那这个跟我们的古典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古典的呢，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箱子打开要打开之前，其实这个猫它是死的还是活的其实已经是定局了，这件事情是已经定局了。那打开的结果只是我们看到猫是死是活，那只是增加我们的知识而已，但是并没有改变猫的状态。那量子的呢是还没有打开之前猫是死是活不知道，那打开的瞬间猫忽然就变定局了，它可能就死了它可能就是活的，那是打开的瞬间才发生的这件事情。所以差别就是差在说我们打开之前到底我们不知道，但是这只猫其实已经早已经定局，或者就是还没有成为定局，这两者的差别这样子而已。那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我们刚刚有讲到纠缠，纠缠是一个重要的概念。那这个纠缠其实就是跟猫它跟毒药之间的关系，是因为猫闻到毒药之后才会死掉了，所以其实是经由猫的嗅觉闻了之后，那这个就是他们毒药品跟猫之间的纠缠关系是由这个嗅觉这件事情过来的。那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为什么跟量子电脑有关系？我们可以继续讲下去吗？好，那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量子位元是什么东西。那其实量子位元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人造原子，或者就是原子也可以，反正就是要有个原子的这种人阶的结构。那我们都知道以前我们就学过了氢原子它就有人阶的结构了，所以有第一人阶最底层的人阶，第二再上去的一层再上去的一层这样子。那然后我们每次都只有看最下面的两层而已，所以 才叫做二人阶系统。其实它有很多人阶啦，但是我们只是看最下面的这两层而已。那这两层我们可以把它跟猫的关系是连接起来，连成这样。例如说最底层的叫做猫是死掉的，那它的上面一层就是猫是活的。好， 我们假设我们定义成这样子。那所谓的重叠态就是刚才在讲半死不活的那只猫，其实就是它不是在第一层，它不是在最底层，但是也不是在它最上面层，而是在它们两者的中间跑来跑去这样子。好，那我们怎么去制作这种重叠态呢？其实我们又回到刚才在讲的原子。那这个原子呢，它就是有原子的人阶这样子。
那我们都一般都知道，就是我要激发一个原子，其实我们就是打光线。那这个光线的能量要正好是等于原子的能阶的话，我就可以去把粒子把它做激发。那这里我们就可以去看到说到底是怎样子。其实就是我现在打光线，然后我们注意看那个红色的点，那个红色的点它就跳到上面去了，然后等一下它就会在上面，然后再继续打光线的话，它又会回到最底层来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去看的话，其实它就是在最底层跟在最上面那一层，但是中间会转来转去的，所以它其实是一直在循环的，在一直在转这样子。那这个循环的转的事情呢， 就代表它是我一直打光线，它就会在上下层中间跳来跳去的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我们事实上在怎么操控我们的量子位元，让它在零跟一中间循环的一直跳的一个动作，其实就是打光线。那我们的连造原子的能阶其实不是一般人原子的那么的高，其实我们的连造原子原子的能阶才几个吉嘎赫兹左右，大概就是我们的手机的电波的那种的频率左右而已，差不多差两倍吧。那或者比我们 5G 的频率小很多这样子。好，那我们是打这样子的光线去做去控制我们的连造原子的。好，那我知道说像我们以前或者说现在这个晶片那个逻辑电路是零跟一，有通电没通电嘛，对不对？对。那如果现在想要知道这个量子位元，或者说将来我们要制作量子晶片的时候，你刚刚那个要零不是零，要一不是一的那个态要怎么测量呢？怎么制作或怎么测量？所以这个就是我又回去讲猫的事情，大概就是我想要偷偷的去看这只猫，看它到底现在是死的还是活的。那我为什么会说偷偷的看呢？因为如果我真的打开箱子一看的话，那就成为定局了。所以我可能这只猫可能原来例如说它是 80% 的几率是活的， 20% 的几率是死的。其实我想知道这个 20% 跟 80% 的这两个数字，那但是如果我就把箱子就直接就打开，那它要么就是100%死的，要么就100%活的，这个不是我很想要的答案。所以我会说我要偷偷的去看，这个是里面的一个量测的一个重点，重点就是我要知道几率，而不是知道死活而已。好，那我们怎么去知道几率呢？所以我又来看这只猫了，这只猫现在是我们的人造原子。好，那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刚才有时候照光线嘛，所以我现在就有个光线，但是我现在是用光线来读取它这样子。那我的光线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那个毒药品 OK。那毒药品里面专有的毒液就是我们的毒药了。那他们我先让这个毒药品跟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猫先让他们两个接近了，接近之后呢，那只猫它就会开始闻，那闻看有没有毒药出来这样子。好，那如果很不幸的毒药出来，那猫当然就死掉了 OK。 那要么没有出来， 猫就活得好好的。那所以呢，我们去想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说，其实我们的猫跟毒药品他们共享了这些毒药 OK， 就是毒药品里面的毒液啊，其实是他们共同拥有这个毒液。那所以呢，这个毒液到底是在猫的肚子里面呢，还是在毒药品里面，就是我们现在 在看的这个问题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所谓的一个纠常态，其实就是这个猫然后毒药品他们共享毒液的这件事情，让他们变成纠常态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我刚才在讲的，那毒药品里面的，如果我去看毒药品里面的液体的量还有多少，如果量几乎都没有了，那我就知道猫是死的。那如果毒药品还是满满的，那我就知道猫就是活的。那如果是毒药品剩下20%的话，那我就知道那80%就是猫是死的。大概是这种情况。那这个就是代表出我们的纠常态，就是毒药品跟我们的猫。那重叠态就是它
重叠它比较是一个物理的概念吧，就是其实 有几种组合的这种是它的重叠态这样子。好，听老师这样讲，其实我有一点感觉快要懂了。其实老师在这次的文章里面有很多地方真的是没有篇幅可以讲清楚。老师刚刚讲到这个图，我就想起我们在文章的第三页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布洛赫图，对不对？他其实老师就是想要跟我们讲说这个重叠态的那个概念，几个可能的这个 那个在算是在数学上的表现嘛，对不对？对，其实它是看起来蛮数学的，但是我们都希望用一个图形化去表现它，所以其实我不需要那颗球，我也可以完全表现写出数学的式子出来，没问题。但是用那颗球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想象，然后要跟别人讨论也相对的容易，所以一般最后我们就会用那颗布洛克球来代表这件事情。那就趁这个机会帮我们粉丝朋友还有读者朋友稍微讲解一下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吧。各位粉丝朋友，有没有兴趣也来解一下这四个题目？答案就在这一期《科学不简单 Online》的最后。好，那我们就从布洛克球再开始讲起来。其实布洛克球是完全一个要表现数学的一个表现的方法，因为有个球体，有个表象，我们比较容易去想事情这样子。那我们在开始讲布洛克球之前，我们可以先去讲一个不是球形，而是一个在平面上的一个圆圈圈这样子。那这个圆圈圈呢，它的半径是一，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我们就可以说，那它有横轴，横轴跟圆圈圈的交点，我们说叫做一零。那纵轴跟圆圈圈的交点，我们说是零一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来表现任何一个向量，在圆圈圈上面的向量 A 这个点，那这个 A 我们就可以分为它是横轴是根号三分之一，纵轴是根号三分之二，所以这我们一看就一目了然，就觉得很容易表现。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就可以把任何一个在圆圈圈，记得是在圆圈圈上面的任何一个点，我都可以用两个数字来表现它，我们叫做阿尔法、贝塔，好了，这两个数字这样子。那既然可以这么做的话呢，哦对，还有这阿尔法平方再加贝塔平方一定是要一，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说它的半径就是一这样子。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表现无穷多个向量个点这样子。OK， 那还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一个点都是代表两个数字。OK， 所以一个点有两个数字的这种概念这样子。那用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就可以推广到球面来了。在球面上，我们也都是在讲球的表面，就是我们都讲地球好了。地球有北极，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古典电脑的零。那南极叫做一。当然，如果你要反着讲也可以，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定义而已。那所以我们先一般都会喜欢把北极当成零，把南极当成一这样子。那然后呢，在地表的任何一个点。地表上面的任何一个点都是我们的重叠态这样子。是什么的重叠态呢？它就是零跟一的重叠态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特别去看赤道，虽然事实上我们现在不需要用到这个概念，但是一般的量子计算其实都是在赤道上面去讲它上面的这些点。我们其实并不一定要在赤道上，只不过是这样子我们就容易定义一些事情出来。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赤道，我们就会有东西南北四个点。那这个东西南北四个点其实也是代表我们的四种可能的态这样子。 OK， 那这些都是重叠态。那所以再稍微重复一下，表面上的任何一个点都是我们的重叠态。那在北极的那个点是零，但是在一的成分是零。那在南极的那个点是零的成分是零，一的成分是一这样子。OK， 那既然可以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把任何一个在地表的任何一个点都用向量式把它写出来。这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三角函数的数学，还有一个复数的函数，那没有关系，如果不知道都没有关系。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阿尔法平方再加贝塔平方等一的这件事情。
还是一样的。OK， 那所以呢，我现在就又注意到，就是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在球面上的任何一个点，还是是 Alpha 跟 Beta 就可以表现得出来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重叠态的意思这样子。那还有记得一件事情，就是 Alpha 跟 Beta 可以是复数，因为这里面会有一个exponential i phi， 抱歉，有一点点小小的数写进来，但它就是复数这样子。那用这样子的东西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想说我的逻辑闸到底是做什么事情。其实我的逻辑闸就是从一点把它推到其他的任何一个点，就是我们在做的所谓的逻辑闸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这个叫做 当位元的逻辑闸，就是一个 bit 的逻辑闸的意思这样子。那举个例子，我们可以从北极啊把它推到南极去。 OK， 那 X 的 gate， 所谓的 X 的逻辑闸，就是经由用 X 轴为中心，为轴心做旋转，然后转半圈，那个就是 X 的逻辑闸。那 Y 的逻辑闸就是用 Y 轴为轴心，然后去旋转，对，那第二个。那 Z 轴就是用 Z 轴为轴心做旋转，转半圈，叫做 Z 轴这样子。那还有有一个叫做 Hadamard Gate，Hadamard Gate 是最常出现的一个 gate， 非常非常常出现。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把所谓的北极，从北极移到赤道所使用的 gate。 那就是说我把它从一个我的古典零或一的这种态，把它变成是重叠态的一个 gate。 所以这个闸体是常常在使用的，叫做 H， 我们就会看到记号都是写 H。 那其他有 S 啊，有 T 啊，这个就是都是类似图上面画的这种旋转，反正就是旋转某一个角度 就对了、yeah， 大概是这样子。我想观众朋友粉丝朋友不要看那些数学符号三角函数就觉得好可怕的，确实是啊，我也都听不懂。但是我觉得听陈老师这样子的引导之后，我大概可以想象说这两个之间的关系。但是没关系，我想我们就接下来想想看说到底在这个实际上怎么样进行这样子运算。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一个单 gate single qubit， 好像比较容易讲单位元啊的逻辑闸。 OK， 那所以我们一般的量子电脑里面都会有几个 bit。 OK， 那我们现在用来讲一个最简单的 gate 的电脑好了，就是有四个位元，所以我们叫做 Q1 Q2 Q3 Q4 这样子。好，好像 one two 三四有点奇怪，好，没关系。那所以呢，我们刚开始做什么事情？我们刚开始有个所谓的初始化的动作，叫 initialization， 好，先把它初始化。那初始化到我们喜欢的状态，例如说，例如说我刚开始的时候，最上面 Q1 我就让它跑到北极去了，那 Q2 我要让它到南极 ，Q3 我要到北极。Q4 我要到北极这样子。好，这是随便画的。好，那然后呢，再来就做什么事情呢？再来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做例如说我们对 Q1 我们就做单位元的逻辑闸。 OK， 对 Q4 这只是举例子而已，我们做单位元的逻辑闸。 OK， 那 Q2 跟 Q3 呢，我们来做一个双位元的逻辑闸。那双位元逻辑闸呢，就是这两个位元我让他们拉上了关系，所以它不是自己转自己的，而是有关联的，我们把它关联起来这样子。那至于说怎么关联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现在的传统的电脑里面就有所谓的AND 闸，我们有所谓的 OR 闸。 OK， 这些那或者就是Control 的NAND 闸，我们不要说 Control 的，就 NAND 闸，就是 NAND 那个 NAND 闸什么，就我们也有两个位元的逻辑闸，所以量子电脑也是一样，我们有两个位元的逻辑闸，那也有单位元的逻辑闸，在我们的一般电脑里面叫做 NAT， 就是一进去出来就是零，零进去出来就是一，那个就单位元的逻辑闸。那我们知道
在量子的语言里面，我们知道就是我只要有单位元的逻辑闸，两个位元的逻辑闸叠起来排列组合，我就可以做到所谓的通用通用电脑。所以我们现在的电脑也是一样，我们就只要有一个and 什么 NAND 闸，再加上一个 NAT 闸，我就可以组装成我们现在 所需要在使用的这种电脑，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所以量子电脑在这部分是一样的，就是单位元跟双位元的逻辑闸这样子。那开始去做排列组合，所以我就每个动作我就做一个这种gate 的动作这样。那记得我们的横轴是时间，所以随着时间我们都一直做运算，一直做运算这样子。那这里面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位元从头到尾都跑不停。我们的古典电脑其实是两个位元进去可能一个位元出来，例如说我们的 AND 闸是 A 跟 B 进去然后 C 出来，对，所以它少了一个位元了，出来就少一个位元，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倒回来的，就是我没办法把两个 AND 完的东西再倒回去，所以问原来的东西是什么，我没办法做这件事情。那量子是不一样，量子所有的闸都是可以倒回来的，因为它没有让闸让位元的个数一直减少，那就开始做计算。那我已经写到说逻辑闸30，就代表说我已经做30次的这种运算完之后，最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得到我的答案了，所以我就要做读取的动作。那读取了之后呢，我就看到这个第一个 bit 它其实还蛮靠近北极的，那第二个量子位元比较靠近南极，第三个比较靠近南极，第四个比较靠近北极。那我们去把它读出来之后，就发现到第一个是 0.05， 因为北极是0，南极是1，所以第二个就 0.96， 第三个读出来是 0.97， 第四个靠近北极它读出来是 0.04， 但注意到都不是0也不是1，很靠近啊，我们猜的，我们觉得它非常的靠近，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它的答案就是0110这样子。好，这是经过这样子的一次运算完之后得到0110这样子。好，那刚才有讲到几率，其实这时候还没有几率，到现在还没有几率。这个得到 0.05 为什么不是得到 0， 0.96 为什么不是 1， 这只是我们的运算的误差而已，这个不是几率的问题，这是误差。那然后我们就既然我可以做一次的运算，就假设一次运算都是30个逻辑闸好了，那我每次就做一次运算，我就会得到一组数字，就是0110啊1110啊什么什么这样子，我就得到一组数字了。所以我就做100万次，这边是写10万次吧，10万次的运算之后，我就得到10万组这样子的数字。 OK， 然后这10万组的数字出来之后，我开始做统计，这时候我们的几率就出来了，所以几率是在这个时候才出来。我们刚才那是误差，不要讲成是几率，这才是叫做几率。然后几率呢，就是我要去把这10万个数据拿起来开始去做统计之后，我们发现到里面几率最高的0100是一个几率高的，0110是几率高的，0101是几率高的，其他的几率都相对低啊。 OK， 那如果我如果算出来很不幸就是大家都差不多一样的高，那大概就是我的 这台量子电脑不行，或者就是我写的程式不行，反正就是这样子。我应该要得到一些些特别高的状态，那个就是我很希望有的这样子。这样我好像有一点懂了，这个量子电脑它就是透过这样子，它其实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想法上的改变，对不对？对，所以它真的完全配合我们的程式。因为你看我们的它为什么会这几个特别高，是因为我们当初设计程式的时候，我们希望找到那个几率高的那几个态出来。对，所以以刚刚这样子的想法或概念去做的运算，它其实能够处理的问题就跟原先的老师刚刚提的一些传统的就算是超级电脑算的
方式或它的特性会不一样，对不对？强项会不同。对，在哪一类的题目上会更适合量子电脑呢？在这之前，我现在打断一下，我忽然想到这张图，跟我们在我记得我可能是高中吧，还是国中，那时候会学到双狭缝干涉。对，好，那双狭缝干涉，我现在用口述好了。双狭缝干涉，我们都会讲说啊，这个就是光线的干涉了。但是我们要稍微纠正一下头脑，哈。今天即使是我每次都只有打一颗光子而已，我也会着陆在一个点上面，在荧幕上着陆在一个点，而且这个点的位置跟我的第二颗的着陆的位置会不一样，然后每次都不一样，然后我们要打了十万个光子之后，在荧幕上有十万个点，这十万个点会跑出来他们的几率。OK， 这件事情你可以联想到我们现在这张图的最下面的这里有三条几率是最高的，就像那个双狭缝出来就有三个点，三条是亮的这样子。OK， 你可以把这两个连起来，虽然我不能说是一对一的对比啊，但是感觉才真的就是蛮像的，大概是这样子。好，了解。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说，那什么问题是量子电脑可以做，那古典电脑或者它很难做，或者就是说根本就不可能让它去做这样子。好，那这类的题目呢，我们的这期的科学人其实后面就已经跟我讲了化学分子，化学的分子就是里面一个最明显的题目，对，而且这个也可能是最靠近实际上现在的量子电脑可以做的，可能是第一个题目就是这个题目了。其他的题目都还有档数，有一些条件，这个题目看起来就是相对是有可能的。那所以量子电脑可以适合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就是说每个原子都有很多很多轨道，对，那我们永远可以说问说啊，我们现在温度很低啦，都没有环境，都没有照光线啦，所以每个原子的电子可能都是在最低的能阶，但是那只是它在最低能阶的几率最高了。跑到室温来之后，其实它不见得在最低能阶，它可能是在几个能阶里面有个分布。所以如果我们要把所有的分布的几率全部都考虑进来的话，即使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分子，都会让我们永远都算不出来。算不完的。对，它算不完，不是里面的原子很多，是里面的原子的电子，也不是电子很多，是这些电子的排列的轨道有很多，然后排列组合出来就会，对，排列组合出来之后就会把整个古典的电脑把它用到烧掉，还是算不出来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对一个分子的模拟的一个最头痛的地方。那这个就是量子最适合处理的。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说，量子它天生就已经是处理量子问题的最好的工具了。因为化学里面的那些材料，那些原子里面的电子怎么排列，完全都是量子的问题。对，那所以这个是它可以处理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可能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搜寻引擎，我们的 Google 现在在搜寻这样子。那当然搜寻的资料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可以这个资料量只是随着时间会越来越大而已，因为大家天天都在贡献很多资料量。对，所以我们现在搜寻 Google 还是跑得很快哦，然后我们在 Google 一条 A 就出来了。但是在经过一直累积之后，我们就不知道哪时候会开始卡住了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搜寻是又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那我这边都有画一些线路图，我不是找那个一般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漂亮的那种图，但看完之后其实不懂里面是什么，这个就直接把线路图画出来了。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有讲到 Hadamard Gate， 有讲到 X Gate， 有讲到 Z Gate， 它就是用这些东西等等等等一直跑，最后就把那个搜寻到的几率还是几率哦，把它画出来了这样子。OK， 这是搜寻引擎。那第三个是人工智慧，有可能，但是人工智慧当然还是现在还大家
不确定它就是量子电脑最容易表现的一个地方，但是有可能是，有可能还是会有些问题这样子。那问题可能会是它需要输入的资料量可能蛮大的，所以这个又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一些问题这样子。那其他就是最佳化的处理，我这里的这个投影片是用是用那个离子井做例子，这不是用超导的做例子这样子。好，那就是但是处理的机制是一样啊，大概我们可以看到那张蓝色的图啊，然后 measurement 然后 target 这样子。那那个蓝色的图大概就是在画那个各个状态出现的几率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都天天都在看几率、那最佳化显然就是要有回馈的机制，所以它算完之后就要经由古典电脑再把它回馈到量子电脑去，然后再调整参数再算这样子，然后一直的这样子重复的一直跑一直跑，跑出一个最佳化的答案出来。那这个事实上也被日本 OKI 的公司他们现在已经在用这种在处理他们的一些场内 的一些问题了。那再下来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子因素分解，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解密对，好，听起来就很恐怖的样子对对。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个是跟军事连在一起的这事情，但是我要讲一下子因素分解其实最后因为大家已经知道说这个 show algorithm 提出来，这个他在1999几年提出来的这个这件事情之后，其实大家心里就已经毛起来了然后其实现在的处理做资讯的人他用古典电脑已经在想说如果哪天真的被破解了，我现在要想出一套新的方法所以其实是已经有人在想就是避开量子电脑的传输密码的方法，对，其实是已经有在处理这种事情，所以不知道谁会先处理好，是量子电脑先把密码给破解，还是他先想出一套那个避开量子电脑方法，我不知道。好，这又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啊，大概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回到我觉得可能我也比较关心其实老师的这个专长跟实验其实量子电脑使用的晶片和我们现在传统电脑这个细晶片那个逻辑晶片会有什么设计上的不同吗？好，我先要讲一下我们今天在讲的是超导的量子电脑那当然还是有还有一些那个其他用离子井离子井也是一个很强的对手啊对手对手就是超导电脑的候选的系统之一嘛，對對對對，超导，然后离子井，然后之前我还知道有什么光亮，對對對對，光子电脑，光子的，對對對對，然后也有可能还是可以用半导体做，对不对？半导体也有，都有，事实上也有公司在做这种事情。那这几个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我好像不是在这张，我忘了我是换在哪里。好，没关系，老师就照你的顺序讲。我先讲超导的好了，那等一下我们到那个位置来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其他的形式的量子电脑这样子。那刚才已经有讲到说，我再退回去一下，刚才已经有讲到说，那个猫啊。跟毒药品的关系那跟猫跟毒药品呢，其实我们用毒药品去看猫的死活的几率，我们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的猫就是我们的量子胃炎，那毒药品呢其实就是一个共振腔，一个 光线的共振腔，可能是吉嘎赫兹的光线的共振腔，对，吉嘎赫兹是光线哦，它跟我们的可见光都是电磁波，所以要把它想成是同一件事情了好，那然后呢所以我们需要有个控制量子胃炎 的机制，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说打光线然后量子胃炎就会在零一一直转一直转的那个叫做控制量子胃炎的线路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是去抗毒药品里面剩下多少毒药所使用的那个去抗的那个电路这样子，所以大概是由这些组装起来。那我们去看一下量子的晶片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那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十字架，非常明显有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其实就是我们的猫啊
就是我们的量子位眼、嗯、那旁边有一个像蚯蚓这样子弯来弯去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共振腔、嗯、那、欸、在十字架的左手边有一条控制线，对，好 OK， 那最上面呢会有一条那个所谓去看那个毒药品里面剩下多少毒药 的那个，所以、欸、这个是量子位眼就十字架，然后呢控制线就是这条线，然后那那个蚯蚓呢就是我们的共振腔，那去抗出那个去抗毒药品里面有多少毒药呢，就是我们这条所谓的 read out 的那条线这样子、嗯、好，那、为什么会十字架，就是、十字架我们要去看一下，抱歉，这个十字架其实它最底部要很仔细的看，它最底部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那个才是我们的量子位眼的真正的位置，是在那个位置、嗯、好，那然后呢这个量子位眼就用所谓的约瑟夫、接面去做出来的一个东西、啊、那这约瑟夫接面呢其实说穿了就很简单的结构，它就是两个超导体中间用一个很薄的结缘层去把它隔开、嗯、这个就是我们的约瑟夫接面了这样子。那多薄呢，这个厚度大概就是一个纳米左右，OK， 或两个纳米、嗯、不超过两个纳米的厚度的一个绝缘层这样子、嗯、那超导一般你可以用任何的超导材料啊、嗯、最简单、我们这边用的都是铝，铝其实这个铝，对，这个铝其实跟我们厨房在用铝箔纸是一样的铝啊、嗯、只是我们把它降到温度很低之后差不多就是一个 Kelvin 左右它就会变成超导了这样子、嗯、好，所以所以我就是只要把它降温它就变超导，这还蛮容易的。那所以我就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十字架的这样子的 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我们最后可以证明它就是可以模拟在电路上，我们可以讲说它就是电感电容的振荡器、嗯、那这个 电感电容振荡器呢它会有一个频率，这个频率呢我们制作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设计让它是在几个 GHz 的范围，这个刚才有讲到了。好，那最下面有最下面的两个人阶，其实就最后我们要使用的二人阶系统、嗯啊、其他的人阶我们可以不用管它、嗯、但是我们会让它频率不一样，所以我打光线的时候我确定就只有最下面两个人阶 会反应，其他人阶不要反应这样子、嗯嗯、那、这个就实际上去看那晶片的长相、啊、这晶片里面有三个、量子的位眼，他们是切开来，他们没有连挂在一起这样子。那 这是其中的一个量子位眼，就刚才那张相片。那再把它放大之后，我们就会看到里面的十字，那个真正的大十字架下面有两个小小的十字架。嗯、那两个小小的十字架，再把它放大，就看到这张所谓的约瑟夫神切面的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两层铝中间 加了一个氧化铝，那我左手边有显示出我们制作的时候是用光阻啊，然后曝光显影啊、嗯嗯、然后增度啊，然后就把那个材料给镀上来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影片啊，去告诉我们说、曝光的动作就是用电子束的做曝光，我们不是用光学在做曝光、啊嗯、因为电子束曝光可以给我们比较小的线框这样子，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实验室里面的助理呢，然后他们会做这种曝光然后去的动作这样子。那曝光好，这个就在做曝光的动作了，曝光好之后呢就是、就这个是 CAD 档而已、嗯、那、曝光完之后就是去显影，显影好之后呢等一下就要做增度的东西，那这个就镀金属，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镀金属、所使用的设备啊、嗯。那这个可以看起来蛮复杂的，那这我们的助理就是在那边走啊走去，在那边 看东看西，但事实上他也不用做事情也没关系啊，因为所有的动作都是在里面的机械手臂已经在进行了、嗯，所以那个是刚开始的时候程式已经写好，他 就是去让他去动作就好了、嗯、那、完全都是自动化。 这个其实是我的另外一套的增度系统，比较早期一点点还没有那么自动化的一套增度系统这样子、yeah。 那、这个
这个做好之后当然可以去看电子显微镜，所以这个就是去看一下电子显微镜的相片，然后可以去了解说它到底做得好不好啊等等的这些事情呀，就还蛮标准的一些半导体的制程 的动作这样子、okay. 呀，那大概是这样子，这是有关于制作的部分。所以老师刚刚就是在那个系统里面把、这个超导的铝做成约瑟夫接面，约瑟夫森接面，然后可能您还是做很多的测试去看里面它你们所给它的讯号读取的情况，然后能不能表现出我们想要的那个量子的讯号，对不对？对对对对呀、哦！真的好高科技、哦。好，但是一个量子电脑不是只有元件嘛？我觉得像老师刚刚讲到说，我们这个这个元件是超导，对，但超导在低温，对。那我要怎么样让这个电脑可以运作？它是必须在一个低温的状况下，它一定有很多复杂的条件嘛？对对对，因为电脑不是只有。不是只有硬碟，它一定还有很多周边。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量子电脑应该，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哎。这个对对对，后面还有哪些哎？呀，所以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整个的量测设备，当然包括了低温的系统哈、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角落，看过去的一个角落这样子，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低温系统，我们叫做稀释冷冻机，就 dilution refrigerator 啊。OK，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量测的微波的那些仪器的那些设备，我们刚才不是说打几个 GHz 吗？那些就都是这些仪器在控制啊，然后在他们在输出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去把这台低温设备的底层拿起来看，底层就是我们去换置我们的量子位元 的那个位置啊。那下面可以看到最底层有很多条银色的那种线啊，那些这些全部都同轴线、同轴线就是里面可以传导微波啊、微波的线这样子，然后它就在下面，我们就是换有我们的晶片盒啊，那晶片盒里面就换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量子的位元的晶片就换进来了这样子，那就经由这些微波的线呢，我们就可以把讯号打进去或打出来 或是传输出来的讯号我们可以去看这样子、那所以控制跟读取都是用这样子的设备在用，那这整个位置所有的样品都换在十个 mini Kelvin 的位置，然后换算成我们的一般温度就是负273.15度，绝对温度，绝对零度就是零 K 啊，所以还差十个 mini K， 差0.01就到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位元，那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助理呢，他们在把那个装好之后，他就要换进我们的，就是把样品全部都换进去嘛，然后把样品装好之后呢，就开始要把整个的真空系统把它封起来。这个封的动作大概是20分钟左右，就是要把它封到最后，就会看到一个是完全白色的筒子这样。那它有好几层啊，因为每层都有它的设定好的温度。那这个是因为怕我们的那个辐射，的。外面的辐射热会跑进去里面，所以就要用很多层来封这样子。那因为封的时间要20分钟，所以我们都是用快拍，快播不是快拍。那封好之后呢，就开始可以做冷却的动作。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冷却的那个的动作哈。这动作就是它会看到旁边有那些pump啊什么东西。它就完全都是自动控制的，然后会 自己把整台设备就会冷却下来，冷却到刚才他讲的十个 mini Kelvin 的时间，大概是需要30个小时左右吧，30-36个小时，看我们的效率哈。那这个，所以左边那位助理他就在操控那这台冷却的那个电脑的程式，它就会自动让它下来。那再来就看到这些微波的设备啊，这是在量测的 这些设备。那这些设备呢，控制当然都是用电脑在这边控制。所以其实，所以大家架设好之后，可能人都跑光了，可以在家里去遥控这些设备去做所有在量测的这些事情哈。那当然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去写这些。这些程式，然后控制这些量测设备，然后去分析后面的这些数据、
那这是我们的另外一台低温的系统，我们现在是实验室里面有两台低温的系统，那这个也大概架构也大概都是一样这样子，两台有点点工作上的一些分配这样子、那除了老师您研究这个超导量子晶片可以做这个量子电脑之外、还有哪些其他形式或是说系统上面的量子电脑呢？所以我们大概都已经有听过其他形式的一些电脑、那例如说这个就是所谓的离子井 的这种电脑，它这种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在室温操作，基本上它可以在室温操作、那当然还有就是说它的连接相当的好、那倒像我所了解的缺点就是它的 gate 的速度，它的逻辑闸的速度、还是慢了一些这样子、那当然还有都一定有各自有各自的问题、就我没有在做离子井，所以我也不太知道离子井他们遇到的问题我知道我的问题有一堆、那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我相信大家都有他的问题这样子。那再来就是钻石空切，这个有几台在卖的，大家都是卖给学校当做教育用的、因为他还没有办法真正做成一个所谓的 scalable 就是可以扩充的量的的电脑这样子。那再就是半导体量子点，这个我们刚才有讲到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超导的，就是我们刚才在讲到的这种超导的量子电脑。那再就是一个透谱纳米线的这种，那可以看到图有大大小小，对不对？大大小小就代表说现在的做这方面的人有多少个人，或有个单位有多少个单位、那超导的现在显然是最多，离子井也是做的现在下下脚很厉害的、那钻石空切现在大概就是还是停在教育用的阶段、那半导体量子电脑现在就做的速度比较慢了一点，透谱纳米线的电脑现在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出来。OK， 那现在有哪几家公司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开发了？对，这里大概就是有一个表格，其实这个表格应该是还蛮新的哈、我忘记应该就今年或去年的，应该是蛮更新的资料，因为这个是真的是随着时间一直在变、大家就在抢，对，一下子就要跑出几家公司出来但是大的公司其实没有非常多家，新创公司比较小的还蛮多的，因为是做软体啊，做控制软，做一些软体的这种，就是资本的不需要那么大的，就公司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看一下这里有超导了，超导就是从 Rigetti 开始讲 ，Rigetti 其实是2013年的新创公司、但现在已经做蛮大的。那 IBM 跟 Google 这两家是大公司里面有开始在做这个部员的一个部员出来这样子。那 D-Wave 也是蛮早就开始出来做，但它不是它不是逻辑闸的电脑，它是做所谓退火型的那种电脑这样子，所以叫 Quantum Annealing， 然后上面有写。其他中国最近就有阿里巴巴嘛，那当然中国等一下问有没有一些投影片会讲到一些中国最近的发展还蛮厉害的。那离子井就是 Honeywell IonQ 是大咖，是离子井里面的最大咖这样子。那做 Photon 的具有 Side Quantum 还有 Senadu 这样子。其他 Silicon 的半导体的 Intel 有在做，但是好像他们也常常是在做 CryoCMOS 其他的一些半导体相关的这样子。所以老师刚刚讲到说 每一种系统每种材料都有它的缺点，那老师这个超导可以拿来做，表示应该也有某一些优点可以继续发挥，对不对？对，我说每个都有它的问题，大家都有一堆问题，这是绝对正确的。那像只不过是有些问题真的会卡住，卡得很紧，很难走下去。
那有些事可以解决的，所以这个是重点。然后那超导的当然面临不少问题，当然他问题大概都是很努力的硬刚下去就可以解决，大概是这样子。不能说因为你在做超导，你觉得超导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吗？有哪一些优势？当然我选超导这样的电脑是我自己从以前读博士就要做超导啊，超导胃炎这些，超导的元件这些啊。那但是我们刚才讲到说，其实各种形式的量子胃炎都有它的问题。对，那当然超导其实是相对是成熟的，嗯，这是凭良心讲话，不是慢西瓜收西瓜甜，嗯，那然后超导它有非常好的扩充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对台湾而言，这个扩充性正好又是台湾可以发挥的地方，嗯，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台湾是一个半导体大国，是一个资讯的强国，嗯，我们是应该要拿到这些好处的，嗯，这样子。那我们在讲的都是大型的量子电脑， OK， 所谓大型的量子电脑就是几万颗量子胃炎，或是几十万颗，或是甚百万颗的量子胃炎，叫做大型的量子电脑，嗯嗯，然后这时候的工业就会出来了，就会出来 yeah, okay. So, yeah.这个是我看得到的一些台湾的优势，嗯，那以台湾，因为我们比较能够想象或理解，就是台湾我们在半导体的那个制程还有一些周边上面，其实那个产业链是非常的完整的。那对超导电脑、超导量子电脑里面的一些系统，或者说它在制程或者是刚讲那些元件上面有哪一些异同，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很方便可以这样转移过来？是啊，我们都觉得半导体的我们现在的半导体晶片就是半导体，对，但是半导体晶片有分为的制作有分为前段跟后段，嗯，那前段当然就是还是以半导体为主，后段其实是以金属这些所谓的 interconnect 啊什么，嗯，这些连线为主，嗯，那他们都是金属的，那所以明显的就超导一定都是金属的，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跟半导体的后段的那个金属的制程，嗯，它会搭上线，嗯哦，所以制作方法什么什么大概不会差很多，啊，那真正有可能出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半导体的后段，其实它不是很计较那个杂质的多少，嗯，对，比较可以说比较不怕污染，因为它已经是后段了，嗯，那但是量子胃炎在我们的这一次的科学人的杂志里面有特别写到，就是其实量子胃炎最怕的就是这些杂质，嗯，那尤其是这些杂质可能会吸收电磁波，好，我们的1010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全部都是电磁波，嗯，那如果被吸收就结束了，就对了，所以所谓的能量就耗上掉了，我用物理的语言在讲，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超导的量子胃炎它最怕的一件事情就在这个地方，嗯，那所以对杂质的管控非常的严格， 我可以说应该都是比半导体的最细小的我们现在在讲的几纳米制程都一定比它更严格的需要被管控，这样子，嗯，yeah.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要去谈到说要制作这些量子胃炎，然后甚至拿到我们在半导体技术上的一些优势的话，嗯，我们需要先要去面对的一些问题，嗯，所以并不是说只要会做，而且你要做出优质高品质的晶片，嗯，对不 对？这才是重点。对对 对。那这晶片如果做出来以后，我知道当然后端还有很多，比如说技术上可能封装，或者说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可以让它表现的效果最好，这应该也是台湾的强项吧？ 对。例如说，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实验室在做的，我们实验室在做的都可以说叫做小儿科的东西，然后那但是最终一定要推到。我们可以想象将来的问题都是会几万颗或 多少颗的量子胃炎的事情，这时候我们大概就没办法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平面上，然后 就这样子走下去，一定是走不下去，那最后就可能需要用三维的堆叠的方法
去做这种封装的动作这样子，那这样堆积密度才可以够高。好，那所以这个也大概就是现在开始已经在走的一些些方向，就是所谓的附晶晶片的这种技术啊，什么什么都会使用到这样子。那其实这里面就有讲出附晶晶片大概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我们可以去想象刚才在讲说毒药品，就是我们的那些控制线啊，或者是读取共振腔啊，那其实它们体积都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会换在另外一个晶片上，然后量子位元会在另外在这两个是在不同晶片上，然后我们再把两个晶片把它互就是翻过来，然后把它绑得在一起，那这个叫做 bonding 的技术，就 flip chip bonding 的这种技术，其实是都会使用到。那这个也现在大概就是我们去看到 Google 的西卡蒙的晶片啊，什么他们的一些标准的动作。那当然在更将来就会讨论到所谓的 TSV 啊，就穿过细晶片的这种的这种结构啊，什么这种就将来都会会出现。等到说稳重需要用到超大型的量子电脑的时候，大概就会出现了。那这张大概就是告诉我们说细卡蒙的晶片的长相，它就是上面有一个晶片是一公分乘一公分，下面的晶片是两公分乘两公分。那下面晶片大概就那些共振腔啊，上面的晶片呢就是我们的位元这样子。那全部都封装起来之后，召唤到低温的系统里面了。讲到低温系统，我们就可以想到说，每个位元都需要有这个控制线，其实算起来大概是二点多条。最少每个位元都要两条线以上，那或是到三条线之间，平均起来最少最少。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看说，那如果我要一万颗量子位元的话，我就最少要有两万条的电线，而且都同轴线，然后它要把这些电线要从室温把这个电线一路拉到十个 mini K 的位置来，所以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啊。我们实验室现在就是几十条这种微波线而已，然后就看起来叮叮当当琳琅满目了这样子。那这个如果几万条就很难讲说到底要怎么做，所以其实就已经在荷兰有些公司啊，他们都已经开始在发展这种很微小的然后堆积密度非常高的同轴线这样子，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我们在做软板技术的可以发挥的一部分呀。所以整个量子电脑最近的一些进化，老师这样其实大概已经帮我们 review 过了，对，我真的我看到那些晶片真的觉得好惊讶就是我们平常用这些电脑已经很方便，可是不知道里面可以设计到这么细哦。然后每一个小小的动作，每一个小小的改良，你整个运算的过程，或者说你不管是传输啦，或是那个荧幕呈现效果就会很棒。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我觉得真的好惊讶哦。对，好，但是我觉得其实老师刚才讲到说，我们一个量子电脑，不管说老师是不是这个低温超导要在低温的情况下。这个电脑将来组装起来不会是一个笔电这样的，它是一个可能一个房间那么大吧？差不多，差不多。但是我 很多人会说，那你一台低温系统以后怎么用啊？以后叫我怎么用嘛？我不可能在家里换一台那种东西啊。但是我应该先讲一下超级电脑，不是这个房间换了进来的，是好多个这种房间才可以换一台超级电脑。但所以从来没有人说我的笔电跟超级电脑会打架，从来没有人说这样，市场也都不一样，它不是个人市场都不一样，对，所以我家里不会有超级电脑，所以我也不会买得到量子电脑。对，所以我不知道一千年之后会不会家里有量子电脑，这我不敢讲，但是至少现在可以不用先去问说啊，我一台十个 mini Kelvin 的系统你叫我怎么去买等等的这样子，因为我们量子电脑的竞争对手是超级电脑，不是我们的笔电OK， 所以要不要把两件事情给它搞在一起了那我刚才讲竞争对手也不全然是正确的，因为最后他们应该都是合在一起使用，
甚至有可能将来的电脑会有一部分的计算的核心是在古典的电脑、嗯、一部分的核心是在量子的电脑、嗯、的晶片、嗯、然后两者一起在运作这样子、嗯、这是很有可能的、嗯、okay, 好，所以、不管怎么样至少量子电脑第一阶段的使用者一定是可能是国家或是机构啊，不会是我们个人嘛？对对 对, 对，我们可能用我们的手机上去上去云端使用。OK， 所以、可能是某些机构或是、比较大的中心，他们会运用到量子电脑做某些运算。对，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上去读取它的资料嘛，嗯、对不对？对对对，可能用对。所以现在应该是有很多国家是请全国之力在做这个量子电脑这件事情啊。对，当然，当然呀，美国就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一个。那再来就是中国，中国现在是一路在追啊，哈、嗯。所以我们可以这边看一下，说最近期的发展，我就只有取三个单位、嗯，不叫全部都公司，三个单位出来而已啊。那这个叫做这个就不知道是《三国志》里面的三强鼎立还是什么。当然还有 Rigetti 什么一些比较小的公司，当然这三个大就蛮具代表性的、嗯哦、第一个就是 Google， 刚才我已经讲到西卡蒙、哦、那西卡蒙其实是在98年的时候就已经证明说它超越超级电脑 、嗯、的这种运算速度、哦、那它是用53个 qubit 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中国，中国今年就今年就已经赶了两个大工作出来了、嗯、那之前他有一个祖冲之、啊、那祖冲之呢他就 1.0 版、嗯、那个是差不多去年的版本嘛，那今年初的时候就有一个祖冲之 2.0 版出来了，那上个月才刚出来，但是 paper 还没有正式的印列出来、嗯、但是已经被接收了、嗯、是祖冲之的 2.1 版、啊哦、这个厉害了、哦、那他就宣称他的速度又比 Google 快很多，所以他们现在显然都是在那个一个竞争的状态。那大概可以看到一些重点的数字，大就例如说 fidelity 有多，这个就所谓的保证度有多高啊。那就是 Summit 就是现在公认为最快的超级电脑，就是 IBM 的 Summit、嗯、这台电脑、嗯、这台电脑很可怜、啊、每篇 paper 都拿起来拿它来做比对就对了所以它每次都被人家拿起来做评比用的，就是跟量子电脑大家在 PK 的时候就是拿它来 PK 这样子。那所以呢，那祖冲之 2.1 就已经宣称说他们的速度可以让这个 Summit 跑10000年跑不出来的东西这样子。对，在讲他们的这种能力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家就是大家绝对不会忘掉的，就是 IBM、嗯、因为 IBM 我们台湾也有买他们的，就是买他们的使用权这样子嘛、嗯、那 IBM 它出了很多个 generation 出来，那台湾现在都可以用到它的最高的高阶的机器叫做 Manhattan 的，这个是65个 qubit 的系统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祖冲之的排列跟 qubit 跟 Google 的 Sycamore 的量子位元的排列其实是几乎一样，可以说就是一样。好，那这里有用到附晶晶片，祖冲之有用到附晶晶片，我们看这张图就已经看到它是上面下面各有一片晶片，然后压对压的这样子。那然后它的排列就是规则排列这样子。那 IBM 的排列就很特别，所以 IBM 每个 generation 每个型号都有不同的排列这样子，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所以这个是65个 qubit 的 Manhattan 的那个他们的排列是排上面那张相片可以看的，就右上角的那张可以看到的样子。那他也都会跟我们讲一下说他们的，例如说Control Nut 他们的那个 error rate 就差不多 1.5% 左右、啊、那就差不多是 98.5% 的保证度的意思这样子。那这些 qubit 有65颗，但是它还有把里面的那个
例如说里面的英雄啊，的那颗所谓的 hero、嗯、hero 的 Cupid 把它跳出来、嗯、说他表现得特别的好这样子。所以从这边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说，我们的量子电脑其实还有很长的路线要走、嗯、因为关注这65颗就大家的表现都已经不太一样了、哦、这个真的是有太多事情还是需要改善的地方。好， 这张大家就是讲告诉我们说、嗯、IBM 他们的 roadmap， 其实 IBM 非常的大胆，他敢把他们的 roadmap 都直接 公诸于世让大家来检验、哦、那他说他2024年的时候就要超过1000个 qubit， 而且它其实2023年就要超过了、嗯、所以从 两年之后就要超过了就对了、嗯、那2024年、嗯、开始往后推，其实到2030年之前就会到达100万个量子位元的状态、嗯、所以这个都告诉我们说大型的量子电脑是长的那种长相、嗯、然后可能从今天开始算的10年之内、嗯、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的这些产品出来了呀。yeah. 好，所以看起来、世界各国已经都该抢先机的都抢先机了对不对？对对对。那以台湾的情况来说好啦，以我们还有什么机会了、嗯、我们有想要组什么、量子国家队吗？我们在不管、也许前端经济、那个元件的部分或者后面的周边系统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台湾可以做的？好，所以我们去想说台湾可以做的，台湾人喜欢量、嗯、我们的台积电，我们的这半导体厂天天在讲的都是量、哦嗯、量有多大、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我们刚才讲到说但是我的超级电脑不需要那么多台不是吗、嗯、那我的量在哪里？但是我们去想说如果我有100万个位元、嗯、那我所需要的控制线路会复杂到什么程度来？那个光就一台这样子的电脑它所需要的这些控制线路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大量的、嗯、那不用讲说所有的这些控制线路都是最高端的这些微波 的线路还有资讯的这种资讯的这种线路、嗯、所以其实是这些都是如果我们今天去做这些发展这种量子位元的控制线路的话，其实也连带带动着我们走在我们的通讯方面、嗯、也都会带动他们的发展这样子、嗯、因为它要求非常非常高阶的这种控制 的这种能力、嗯，那何况我们也不知道说以后 的量子电脑的发展会不会开始又量要慢慢的提升出来，这是我们就没办法现在在预测的时候到底它的市场有多大，我们就知道说这里面绝对有我们可以表现的地方，那还有就是说它有它的潜能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台湾可以做的当然就包括说我们的这些刚才在讲的这些微波的控制线路，这些高速的电子线路啊、哦、然后它有它的量，那再来呢CryoCMOS 也是其中一部分，那再来呢就是它所谓的的 software 的 stack 的这种东西、嗯、这种东西也都是其实我们的现在的电脑里面也都有这种程式的东西，从我们的 CPU 一直跑到我们的软体来、嗯、其实这种架构都是我们可以去发挥的地方、嗯、我听说中研院在台南院区有一个量子科研基地、哦、是准备要做什么样厉害的事情吗？对，这个基地其实是早就已经有这块地了，那也已经部分在使用了、嗯、那这块地的地点其实是在台南高铁站的旁边、嗯、有个沙仑科技园区、嗯嗯、那它是从高铁站走路不到10分钟就可以到达这个地方，所以你要叫计程车计程车不载你这样子那所以走路到那里那、就可以到达的地方，那在那边我们现在是、有在它现在已经有的是、在发展农业生技科技的一栋大楼、嗯、那现在正在盖的是一栋那个所谓的量、的研究大楼2号这样子、嗯、那在这个二号的大楼里面大概在1年左右就会盖好，那再来我们就会进驻，那
这里面大概我们就有规划会有制作量子位元所需要的整套的设备、嗯、那它所需要的无尘室、嗯、那还有量测量子位元所需要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设备，刚才各位看到的这些影片、嗯、里面的这些设备，那在那边都会继续扩充下去这样子、嗯、那这个构想其实是集合台湾所有的在这方面各个大学研究单位在这方面 的能量、嗯、然后集合在一个地点去做这样子、嗯、为什么会有这种概念呢？就是如果我们去看 IBM 他们的 group 有多大、嗯、我觉得你说1000多个人是绝对有的、嗯、在关注从事 这个领域的人这样子，那、嗯、所以我们整个台湾加起来也不能跟 IBM 去匹配 对的人数啊，就是说人数方面我也不能匹配、嗯、所以真的是需要集中火力起来 做一件事情、嗯嗯、才有可能会有机会 在这个非常竞争的领域里面再踏进来这样子、嗯嗯嗯、所以将来就是可能集合不同的研究单位大学，然后可能比如政府的部位或者厂商一起来做这个量子电脑。对，那对于好，其实将来真的要走量子电脑这个事情的话、嗯、一定还是需要很多人才嘛。那对你觉得会需要不同领域，或者说假设对于年轻人来说，他想要进入这个做这个量子电脑，他需要具备哪一些专业，或者说哪一些特质？对，其实我是觉得说不用听到是量子两个字就先退下来这样子，可以完全的摒弃掉这种概念、嗯、我一再强调就是说这里面有绝对有物理的成分，但是你对物理或者没有兴趣或者没有那么懂都没有关系，因为里面还有太多的是资讯的成分，还有一些工程的成分这样子。那这些成分其实以现在尤其是要讲大型的量子电脑的时候，这些工作量都远远大于真的我们对物理所需要的了解的程度，可能还更需要这一部分的事情。那所以我是觉得台湾在这方面一定有已经具备有这样很多这类的人才，包括就是在工程啊，在微电子工程啊，在元件的设计制作线路的设计，那包括整个电脑的架构，然后刚才在讲到 software stack 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台湾都已经有相当的人才了、嗯、那我们非常希望就是说能够这些人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一起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团队，然后一起来打拼这样子。哇，非常谢谢老师、yeah. 我觉得、嗯，今天的这个科学不简单呢，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不简单的一次内容、哦。那其实我们其实，在那个脸书上面有先开放哈、哦，让那个粉丝哈、哦、读者朋友可以先提问哈、哦。那我们小编会诊了大概8个问题，我其实前两天已经提交给陈老师了，陈老师也非常仔细帮我们回答、哦。我这边大概也先我看一下哈、哦，其实第一题哈、哦，嗯，好。这里有，这里有，老师有整理出来。这个量子位元，这个零跟一哈、嗯，其实老师的2、2、3、4，其实刚刚大概都有回答到了。对对对对。我们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就不重复。对。老师第一题这个回答也还蛮哲学的。对对，我都说量子电脑，我刚才一开始的就希望把它跟我的人脑连接起来、嗯，我不能说他们是等价的东西，但是有很多蛮类似很靠近 的性质是我们可以去联想的这样子。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想说我们的运算速度绝对不会比计算机快嘛、嗯、对 对。但是呢我们要去问一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们的直觉就会跟我们讲说、啊、就这么去做这样子。但是如果要写程式开始做计算把它算出来、嗯、我觉得那个是可能永远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要把两件事情用这样子 来对照来对比这样子、嗯嗯嗯 yeah、那老师在第五题也提供了非常精彩深度 的答案、哦嗯嗯 okay、第五题问的是说跟半导体的差别，对，我刚才有特别提到这些事情、嗯嗯、对、yeah、第六题的话讲到那个运算、哦嗯、对、对，我只看到不傻傻啦，可是老师后面还有准备准备一些材料，要不要简单的带一下？有吗？然后老师有，老师的那个投影片里面有，可以吗？那个
等一下哈，这些其实是补充用的资料，补充用的，对对对对，其实是嗯，好，我还是用嘴巴讲比较好啊哈、嗯，因为不然只是夜夜补沙沙而已。嗯、对对，那真正的嗯，其实我们去想一下，量子电脑跟我们的现在的古典电脑还是有很多是很靠近的地方。嗯、例如说，我刚才有一直在讲逻辑闸的概念，那逻辑闸呢，就是单位元的逻辑闸，还有双位元的逻辑闸，这两种。那我们的现在的电脑其实也是这样子，也是有这两种位元的逻辑闸，所以在这部分是蛮靠近的。那只是它在里面操作的时候，它是有用到比较复杂，我们不容易想象的问题。但是以外表来看，这些逻辑闸其实都是一样的，是可以这样子去想的。Okay.所以可以不用把它想成说，哎，这个就是我要重新洗脑啊，什么啊？逻辑闸方面可能是蛮靠近的，但是要知道它里面运作的程式的方式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势必要去修改我们对逻辑闸的这种很单纯的概念，就是嗯，例如说它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 control nut 的这种逻辑闸，那这个大概也是一个里面最基础的东西。那然后它又有多了一些相位啊，需要去考虑的事情啊。就我们刚才在讲地球啊，地球它有它的相位的问题等等的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观念想清楚的话，其实它也不见得就是那么的复杂。啊，如果真的都不想去用头脑把它想清楚，那没关系，我们做工程的人。我就去处理工程的问题就好了，也可以非常的单纯这样子。对对，其实每个人不同的强项，对不对？对对对对。就好像这个BTP 问的啊，这个超级电脑之外，量子电脑可以做什么？其实它在演算法的开发上，其实老师也回答，就是它有它的强项嘛，对不 对, 对？分子模拟啊，人工智慧啊，最佳化路线啊，就比如说我们 Google 在找路线的时候，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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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其实每一种电脑都可以找到它出路的地方。对，不要叫它去做加减乘除、啊、那它就输了。对，好，那第八题，其实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个密码加密的手段。对对 对, 对，那个解密码是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就大家，从秀他开始提出来这个 解密码的这种演算法之后。其实已经经过十几年了嘛，哈，现在才开始真的可以解那个15·5的事情，然后那当然预测将来它迟早有一天是可以真的把它解出来。那如果解出来之后，我们的密码该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有人开始在处理这样问题，尤其是在资讯领域的人，他们已经在处理密码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加密的手段嘛？那所以这个其实有一点学问，就是叫做。破量子密码学，破量子的意思就是说量子已经都发展出来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再去加密码，这样子，这是一种可能性、那当然第二种可能性就是用量子去传输资讯、就是像现在的那个中国的那个人的卫星打上去，然后去做量子的通讯的这种事情，类似这样子的工作，那这个叫做量子的密钥分化，这样，所以大概有这两种方法。那第一种方法是纯属于资讯领域的，其实还蛮被看好的。好，那我们粉丝的几个题目，我想陈老师就先回答到这边啊。今天的科学不简单哦，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哦，真的非常谢谢老师花这么多时间，那仔细的跟我们讲解这里面的一些概念哦。那我们掌声谢谢陈老师，谢谢，谢谢，谢谢。那各位粉丝朋友，对于今天的演讲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意见回馈呢，欢迎利用我们这边的 QR code 呢，把您的意见回馈给我们。那完整填完问卷的话呢，我们会送您科学人知识库14天的免费试用。我们知识库里面呢，有非常多关于以前的这个量子物理、量子电脑的一些文章跟报道。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可以上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好，那我们再掌声谢谢陈教授，谢谢，谢谢，谢谢。你解出答案了吗？没错，就是1111，订一年送一年，只要3360元，方案直到11月17号，赶快下订。